陈意涵牵手郭采洁，交换私密照，弥补快嘴。哎呀，这两个人怎么感情这么好啊？你看，陈意涵、郭采洁没事儿啊。演艺圈不要这么黑、啊。精彩的来了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哎，谢玛丽，什么戏这么好看啦、啊？哎，你忘记上次陈意涵亏郭采洁的事情吗？新生也不像我，又没卷舌。啊，被这样亏哦，郭采洁不俩公才怪！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？你这个家伙，你什么是人啊？喂，别乱猜啦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嘛。他们在釜山影展行前记者会赌丢啊。啊，没坐在一起啊。哎，别急嘛。我首先要说一下刚才那个事件，其实我们是为了方便大家辨识。哦，你是卷舌，他是陈意涵。卷舌。哎，他知道其实他们很好分吗？科科。卷舌就是你的特色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，陈意涵 ？Hello， 大家好。好，小心哦，不要卷舌哈，来。我们好了，不要这样子。对的，对的，好的，就是因为你们好，我才敢开这个玩笑。对，如果看，还会咬耳朵，哎，拍照也极尽所能的摆出亲密 pose。哎，确定不是装给我们看的吗？那天新闻之后，我就发短信给他了，我就说，哎，小林开个玩笑。这肯定是不会接，不会接也习惯。怎么有种淡淡的哀伤？因为他不是第一个啊。三张中没有他。开个玩笑，没事。我是说他已经拿秘密交换了，所以 OK 的。所以你真的拿秘密跟他交换了？我确实，他就说我 maybe 忘了、啊，不过你拿给我来换，我就真的给了一两张，我觉得也不太能曝光的照片。照片。对。剩下这个恋爱中。没有啦，我就拿了几个秘密跟他换嘛，不好意思嘛。苹果浪赖，千万要小心。对对对，没耍刀。